我是来自英国宝城的徐嘉文 Kelly。 2020年对于香港人来说很多挑战，而我在保险事业上都踏入三周年，我想继续突破自己，我就参加了入行以来第一个业界的比赛，保协杰出财务策划师2020。自我入行以来，我服务每一个个案都是以客为本，今次的参赛个案都不例外，亦都是最深刻的。个案的客户都算是一个高收入的月光族，跟他沟通后才知道他对保险的认识不多，亦都很多理财的目标都想达到。作为理财顾问，除了透过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理财工具上帮忙了解客户的财务和生活状况，其实真诚的沟通都很重要的。为了想帮客户达到将来的财务和保障目标，我都建议客户在他的嗜好和保障上作出取舍，透过我的专业和真诚去为客户服务，切合今次专诚为你的比赛主题。首先，我都很多谢个案客户愿意给我以这个个案参赛。今次比赛绝对是个很宝贵的经验，一边要预备比赛和练习，也都要维持我的日常工作和活动量。感谢客户知道我参赛，除了不断的鼓励，也都很体谅和迁就每一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每一次和不同的客户见面，都成为了我比赛上的推动力，打下一支支的强心针，最后不负众望成为金奖得主。我多谢英国宝城 Pilot Agency 悉心栽培，令我可以继续和不同的客户或者企业推广保险的专业形象。我希望各位同业都积极参与2021年保协杰出财务策划师大赛，下届金奖得主就是你了。